让生化巨人乘着玻璃球来袭，那这些种满植物全部100株点中，你们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谁能拦住他和豆腐脑的脚步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姐。测试之前，还请各位老铁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首先，咱们来看公主弹簧草。100株机枪石榴。都说大王花的攻速慢，咱们来看看它究竟有多慢。发起进攻。一奇兄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带有控场技能就是不一样。博古路呢是手动植物，又到了我拼手速的时候，请各位小伙伴给豆姐点点赞，让我的手速快如闪电，争取把每个火葫芦都点一遍。我点点点点点点，哎呀妈呀，终于点到最前面这火葫芦了，哎，太不给面了。让火龙果给我报个仇。我觉得100株蚕豆突击队应该没问题，你们觉得呢？看好蚕豆的小伙伴扣个666。哎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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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00株低聚草，有小伙伴看好吗？双枪石榴表现怎么样？再来瞅瞅旋风橡果。好，哎呀！觉得魔术菇能行的小伙伴扣个6，觉得不行的扣个1。手能拦住吗？再来瞅瞅5强队的茄子。妈了吧你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水仙花能不能拿下它？像素小豌豆，咱让巨人尝尝柠檬汁。大家觉得虎头菇能否拿下？不愧是老虎花威，但这个气势就很到位。再来测试一下莲藕射手。看好药师的小伙伴举个手。金香号手，同时
杀篮。拿了吧你！雷龙草行不行呢？白珠风暴锅，白露花战机，战机能否赶超白露花？吹起来了，这是让咱们的工具巨人僵尸体验一下蹦蹦床吗？哎，不过这只有前面几发炮弹能够打到玻璃球，后面的干脆打不着，都被玻璃球完美躲过了。我说吹风加兰，你这是坑自己坑出了新高度啊！1 hour later， 我太难了。最后，咱们来瞅瞅扇贝兰法师。都是没扔出来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那这一期测试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